都可以摸看看。它是白柴吗？对啊。我就想说你闻它好像，我们家也是白柴，但是比没有它那漂亮，它比较像米。哦，对，他们三个是朋友，家人吧，他们三个是。喂，坐下，坐了，坐。阿妹，坐了，坐了还是坐？坐下。不要了。好可爱，我也想摸。不可以摸，不可以摸，不痒。等下八点钟快点到他。加了头发可以啊，这杂志都没有这一款，这款我还没用过，可是品牌是一样。他们家主人好不容易经过这么好的这个牛肉干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
会买走，我会带吃也没得吃了。哎，你不要一直碎碎念了。因为他今天好不容易可以吃一个肉干上上节目，结果哎不行了，就剩这两个。好，最后13分钟，请大家做突破的动作。我们的保存期限有2年，把这2年当中你需要的货量全部囤下来。最便宜的组合在现在，时间有给你立刻抢购打电话。谢谢。打电话。还有番茄呢。大家最优惠的组合，我只剩最后9分钟的时间，然后你放弃啊！当初一直在跟我谁这样子，哎呀，我真的，我以后别再跟他讲了。而且他今天才生产200多万，你今天凹这个组合，那、啊、我真的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是线上董事长让你们买的，不主力出买的，对，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买到。因为我们家是那个黄金猎犬啊，我们是实在比较大。真的不要囤货，我们慢慢买，想吃再买。我要说话了，因为现在电话线满成这样，外国人看着狗狗吃，边打电话，吃到都是99%的原食材制作成的肉干，大于1190，16包让你带回去打电话。对了，答应他一定得出货了。1190，然后我提醒大家，观众们打进来不要指定一组，因为你们家的黄金猎犬跟人家阿柴也会吃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又特别好吃，因为特别爱吃，所以多囤几组。然后呢，我提醒大家，今天这一档绝对是可麦斯他们家最便宜的一次。对，各位，就这么一次，真的这么一次。可是我们真的快要结束，其实我们卖完了。电话线都满了，我觉得这样接一接应该超过太多了。来，你先不要点点量，我先帮贵客们解决问题。好，有人说因为外面黑心工厂很多，对，那你的是黑心工厂吗？我们肯定不是啊 ，ISO HACCP 而且我们是外销。你以前去宠物展是想要买便宜，对不对？它已经延期了，对，不做了。没有错。那我提醒大家，我的组合价格比你去宠物展还便宜。因为它一包肉干在外面是250块，我今天总共肉干的部分有14包，洁牙棒一包是200块，洁牙棒有2包，这样加起来16包的总市价要3900块钱，而在今天我是1190的价格，然后你订购成功，朋友们双体验各体验一包哦，让人家的小宝啊，批发价都没有我今天便宜的。今天吃牛肉，这个价位太便宜了。太便宜了嘞！然后它又是原食物制作的，99.9%的食材。你看我今天的脖子吃，你看。那没你嘞！我今天已经把我之前多缴的费用吃回来。对，所以观众们，你家如果是大型犬，需要的这个饲料量比较多的话，请大家多囤几组，订购一组成功，有各一包做试吃，多囤几组，不要理他，嘴巴闭起来喽，不要说话喽。